9月16号早上8点06分 TFBOYS 组合的三小只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同时开通个人工作室官微，并各自发文向网友打招呼。据悉，三个账号的微博认证均为北京时代风骏 TFBOYS 组合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据悉 TFBOYS 组合不会解散，设立工作室的目的是在优先保证组合活动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更大的发展空间。三人工作室由公司设立，完整经纪约仍在北京时代劲风，所谓部分经纪约外签纯属谣言。据悉 TFBOYS 组合也将于近日合体参加央视中秋晚会录制。